雄请留早，欢迎收看今日八月十二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祖。先一开始来关心总统蔡英文昨暗去新北市中和宣传年底另外一张选票，就是十八岁敢会当当票公民权的公民复决，嘛替新北市参选人林佳龙徛台讲声势。过程中有三个查甫人汹汹冲入去会场，也表意大声抗议，伊是大声话讲要和平，无爱战争。随后，伊安警员拖入去现场。啊，那这三个查甫人讲，因是统促党的成员，带头的是乌都统促党总裁张安乐的司机，有几呐项前科，八啊三个人都被移送法办。支持者大声喊加油，因为边有几个摕着抗议牌仔的人和慰安人员掠走。总统蔡英文十一暗到中和宣讲十八岁公民权，甲支持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讲到一半有三个查甫人走进来闹。965万张票，我再讲一遍，是我们这一次共同的责任，共同的工作。好，大家说好不好？请你们，你们已经表示过了，可以出场了。谢谢，我们真的很加油，我们为总统加油。抗议牌仔顶头写着“半人战争，死的是百姓”等字，有抗议民众走来闹，现场的民众也惊一个。主持人赶紧带支持者喊加油声，喊过抗议声，蔡英文也彼此加油的手势。虽然抗议的三个查甫人拢被人带走，慰安人员惊讲有人来闹，提着防枪支的公事包，伫总统甲林佳龙两边境界。中国对我们的威胁，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要来替我们讲话？来支持我们，因为在很多国家，民主国家的价值里面，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总统讲完中共军演威胁无久了，就民众也摆下抗议，不过这不是临时的抗议。根据了解，三个人拢是统促党的成员。新北市原长志豪也讲，带头的人是白龙张安乐的司机，有几多项前科。闹场了，随后警方带登去侦办，做笔录了，伊则违反社会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是中原旧历的七月半，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两档的家人中原普渡火车会顶的游行活动，三暗伫家人市区闹热进行夜道顶绕境的行游行。今年主跑的是姓黄的宗亲，排伫上头前。家人的中元节对1855年开始，是咱台湾历史上流传上久的民俗祭典之一，嘛是头一个奉旨定做重要民俗的国家文化资产的节庆。今年是第168冬啊！今年是由姓黄的宗亲轮到主跑，游行结束了后，嘛有去八斗啊、海墘啊放水灯，替家人也够全台湾祈福，祈求疫情赶紧收煞，让大家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今天是中原，有人会拜拜，准备会去菜市买物件。若是有去菜市的民众，应该拢会发现讲，即马钱变薄，买无啥货就已经开了啊。因为稀稀巴巴拢有去，拢有去两成。店头家嘛讲，因为管不了，还阁运费、关税、人工成本拢得去，物件当然买对得起。中元节要到，在伊有一挂人到台中建国市场买食材，未少民众发现行李计少去两成，钱愈来愈薄。出来一趟没有带个两三千，应该是买不起了。对，钱越来越薄。比如说买鸡腿，一只差不多一只差100块左右，现在差不多要将近120，还是要吃啊，还是照买啊，也没办法啊。市场菜贩也是讲，原物料、运费、进口关税全面拢起，再加上节日需求的关系，所以价少起较济。啊，不过毛菜贩也是烦恼无人来买，选择家己吸收。像猪肉，今麦嘛是大起价啦，啊，鸡肉、金鸡啊，这拢是起价无唔对啦。啊，阮牛肉嘛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哦，啊，甲海运的问题嘛是拢起价。一锅拢起少偌济？拢差不多两成左右啊。大概涨了20%左右。对啊，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原物料啦，据我们到产地的话，它整体的价格都有提升，都自行吸收。自行吸收。对啊，其实也是不是说很好做啦。
另外，鸡卵是因为八月份天气热，产量较少，农委会是讲全台湾逐天也是会当供应11.5万箱，也会当维持平盘。台北市卵商工会是讲，各地调度鸡卵嫁接，甲东台湾观光区需求量增加有关系。花莲本身他们没有生产鸡蛋呐，现在很多人去玩嘛，也是住房率都满满的，他们可以估计他多了一倍出来吧。那是蔬菜部分，台中农产品批发市场八月份蔬菜，大概供应量是215吨，平均交易价是每公斤25元。台中市农业局强调，量价稳定，会当充足供应民生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关心今仔日天气啊，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过道然后出现第时间的强降雨。另外，今年第八号的风台美丽伫透早还是已经形成，严格对咱无直接的影响。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西半部早起会落低渐阵雨，过道了后落雨范围就变较宽。大台北、嘉义以南各地山区拢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今日同款是烧热的天气，高温大约是33度至36度。气象局毛针对双北、宜兰、花莲、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尤其伫花莲甲台东高温有机会升高到38度。另外，气象局毛提醒讲，今日是旧历7月半，是年度晚流的日子，所以沿海是爱洗字，海水倒灌，然后落雨就较高淹水会出现淹水的现象。若是要去海边啊耍水，嘛是爱同款爱洗字。另外，今年第八号的风台美丽，伫透早时已经形成，会向日本的方向刷叮当，看起来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增加22,000+的本土病例，也有44人死亡。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咱国内疫情是即马无起嘛无降，目前是边缘期。疫情指挥中心讲，总共 BA.5 病毒伫社区内有占30%至50%的时，安尼咱的本土疫情就会阁加起来。国内在伊个新增加22,650例本土新冠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上侪是4,377例，台中甲桃园共2,000+例，台北市有2,579例，高雄市有1,996例。另外，中东京新增加110例，确诊个案当中新增加44个死亡。年纪上细汉的是一个有先天疾病3岁查甫囡仔。指挥中心讲，今年以来12岁以下儿童确诊死亡已经累计有27例。3岁的男童本身有先天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在服药，那没有接种疫苗，都知道加护病房插管使用呼吸器，在住院当中仍然因为病情的恶化，在8月6日的时候不幸过世。确诊个案当中，先增加2例密室期，包括一个4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2个月出现鼻炎、结膜炎、肺炎。另外一个个案是10岁的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确诊1个月了后出现发烧40度，较不爱食、不爱耍。后加在这2个个案经过治疗，病况拢稳定。指挥中心提醒，目前国内疫情尚无变。关机，刷来会有一波奥密克戎 BA.5 的疫情，会维持现主席的防疫政策，边境放量会渐渐开放。就有些县市就会往上，有些县市就会往下，其实上下幅度目前其实都不高，大概都每一天差个100-200例。到目前为止，事实上，看起来这周应该以持平稍微下降的机会比较高。日本当地流行 BA.5 70单日新增加25万例，创下纪录。对未来 BA.5 在台湾社区流行，是不是有可能亲像日本同款？指挥中心是回应，两地疫情规模不同，注意疫苗时间点也不同，呼吁民众还是要趁疫情转好时阵，最好准备疫苗，赶紧做，确实就是自我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今天日报纸看什么大代志？乡亲，咱同齐来看。来看《中国时报》，嘉南市欠水的状况继续在恶化。中正区、信义区有3,000+户要挖4,000户，熊熊停水，引起民众怨叹。一个水公司是讲，因为水库无水啊，会赶紧调度水源。今天日卖设备的临时的供水站，让民众去接水、灌水。来看《联合报》，中华即马关系紧张，政府的网站直直受攻击。代替新竹亚站做好商场的广告看板，因为是用中国做的软体，予黑客入侵。这件代志嘛，予行政院发现讲中国制品禁令有空棒。伫顶礼拜进一步提出扩大禁令，政务委员邓宏昨昏表示，侪人会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比较放伫公共场所，就袂使使用中国做的通俗性产品，包括硬体、软体拢同款。最近就会公布新的规定。
来看自由时报。咱国人去干部者人数直增加，今年一月份至六月份就超过6400多人，这是比起菲律宾、印尼、越南的人也搁较侪。根据统计，咱国人伫干部者防诈骗拄到人口买卖受害者，应该有超过2000人。行政院即马毛编上一个预算，提出四大面向，要防止咱国人防拐防骗去。有影侪侪民众被骗去柬埔寨，啊，若有一个顺利走回来，咱台湾的民众，嘛有对外讲出伊的遭遇，讲伊拄到什么款代志。伊讲伊伫当地被卖来卖去，落尾是咧落到台湾这边，才被救回来。当时的心情就是很忧郁，很想自杀，直接跳下去。穿黑衫的这位叫皮皮，今年七月初才对柬埔寨走出来，伊决定出面把家己的遭遇讲出来。七天已经被转卖了4次，看到有各个的园区，而且进去园区是很大的一个闸门。里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就是不能出去。皮皮讲，伊特别给人转卖，拢受到凌虐，想要透过社群软体才来呼救，但是转到台湾了后，干那做简单的笔录，甚至无保护机制。有人口买卖研究机构表示，受害者大多数是绿色少年人，毛因为疫情走投无路的中年人，只是目前国内对这种案件的处理，普遍拢当作失踪诈骗，欠缺人口买卖监管。不应该是要由幸存者自己去慢慢一个一个找这些资源，去降低幸存者因为支持系统不足，或者说是被政府遗漏掉而再次遭到剥削的状况。已经通令全国把它列为特殊重大刑案，而且统一由我们刑事警察局来会诊指挥，然后务必先把国内的这些人口贩运集团先把它肃清。外交部代表是表示，自去年中连续接到相关案件，统计今年六月进前有超过6000多的台湾人前往柬埔寨，非常反常。因将伫越南胡志明市的办事处成立专案小组，嘛考虑增加卡手，替到柬埔寨的台湾人参台商甲当地警方建立管道。记者陈亚文、丁曲凯台北采访报道。来关心妇产科病院和鑫集团涉嫌替产妇破腹生囝，开无老实的诊断证明，造成保险的风波，检方伫昨昏起诉，表示有超过10间保险公司受害被诈骗，损失的金额是超过6738万。检方嘛，甲和鑫的执行长在内，加强109的人起诉。针对医生甲保险员，检方是希望会当加重判刑，严格和鑫冇发出声明化冤枉。你有作假病例吗？诈保吗？今年七号，检警约谈，和信集团营运长林素红500万交保。当初黄检警涉嫌协助产妇诈领保险金。伊卖是一名医师保险员，产妇全部交还水平，经过检方8个月侦办，十一侦查终结。伊早起顶罪起诉林素红等5名医师、19名保险人员，加产妇总共109人。林姓被告等医师5人灼伤医师专业形象，危害整体保险制度之运作，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保险业务员等19人不施以正确之方式销售保单，严重侵蚀保险制度，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为替患产妇告病生产的医官何鑫漂亮指控，配合客制化医疗单，检方指出，医生会开无实在诊断证明，大部分是体位不正或者是故意煽动，主观加选择性分子，何产妇得到非主观破腹理赔，甚至各种医美、子宫头疫苗等项目，将钱灌入手机，替患理赔额度由保险业务员用安尼来招产妇投保，其中就有一个特别为台东上保险。趁总金额超过230万的保险金，这查甫案包含5名保险公司富邦人寿、南山人寿，有超过10间拢受害，损失超过6738万。我当然不能接受啊！对啊，这个我们就在边走边看啊，也只能这样子啊。检察官他有他的心证，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说法跟说明，那我们也跟他说了，他也不愿意听，我们也没办法。林素红发委屈，检方也强调专案关键，那医师无协助变做，产妇根本是无法度达成目的。和鑫集团是发声明表示感觉遗憾，佮强调一直坚持医者仁心的初衷，医生违背绝对无为中心理，对破腹理赔争议会造成深刻反省。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9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44万人。等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2909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是已经超过482万例，日本超过15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那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4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3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北韩的官方媒体即马有报讲，伫短短3个月时间，伊已经达成无病毒区这个目标，嘛创下世界上公共卫生的奇迹。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是批评讲，因这病毒是对南韩的反金正恩政权的宣传单传过来的，所以会对南韩进行报复。一直无愿意接兵升进。近来爆发新冠疫情的北韩拜三召开全国紧急防疫总结会议，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讲，北韩甲新冠病毒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总部를대표하여연내유입되었던신형코로나바이러스를박멸하고인민들의생명건강을보호하기위한최대비상방역전에서의승리를쟁취하였음을선포합니다。刚一讲，伊的小妹金宇正也出席会议。그头一摆伫正式的场合发表谈话。이방역전쟁의나날거열속에시비아르시면서도자신이끝까지책임져야하는인민들생각으로한순간도자리에누우실수없었던원수님과김우정지控南韩空飘团多带来病毒是反人类犯罪，北韩会进行地面报复。伊也表示，南韩是不变的主要敌人。面对北韩指控，南韩回应，北韩一直发表无根据的言论，佮做出无理、有威胁性的言论，表示遗憾。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来关心黎巴嫩贝鲁特一间银行发生押金这个事件，尾仔呢，谈判是同意，让这个押钱的查甫人会当领出部分伊被冻结的钱了后，六个人质才被放出来，才结束这6点钟恐怖的遭遇。嫌犯行出联邦银行大门的时阵，也过向大家握手。连这事件经过6点钟总算结束。根据黎巴嫩红会的讲法，连这拢无受伤。今年42岁美式外送员胡生，11中昼拿一支枪加一罐汽油入去银行开3枪，控制10几位连质。伊讲，除非是予伊家己领赛好出来人的医药费，若无被当场放火自杀。根据当地媒体甲一个参加谈判的渡河团体讲法，伫经过6点钟的谈判了，胡生接受银行的建议，领着部分存款，甲连接放出来。伊行出银行是予警方带走。美联社报道，有一位替胡生甲因厝内人提供法律协助的律师讲，胡生无领着半仙钱。联邦银行的律师不愿意讲双方协议的金额。黎巴嫩过去3年发生金融风暴，银行大部分的渡户领钱拢受限制。نحن لو عنا الوديعة كامل ما كان صار فيه أي مشكل بالطبع، بس ظروف القطاع المصرفي معروف شو هي. قانون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هي معه أكيد يستمعوا له. 有一位参加谈判的人讲，胡生的存款有21万美金，伊一直想要把这块钱领出来。黎巴嫩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3%的民众当地也无钱。黎巴嫩镑对美金贬90%。当胡生也请要入去银行领钱时阵，几落十位示威的人伫咧银行外口抗议，引发着反对政府甲银行的口号，希望胡生会当领到钱。还有一挂人讲胡生是英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关心，有一只在移民的船拜三伫希腊东南边岛屿外海冰船，希腊是赶紧抢救，救到29个人，严格目前还有50个人下落不明。另外，西班牙伫前一天也有救到一只有载61个非洲移民的船只，发现船舱内底有一个人死亡。
伫欧亚内，希德海华警卫队以直升机吊挂方式自海中救起渡水移民，因为迄当时风势真强，规个过程真危险。拜三暗，希德东桥发现东南方的帕卡苏斯岛外海有移民的船只变轨沉落去，随即展开救援行动。有六只船参与救援作业，也毋过经过规暝抢救，只有29人幸运获救上岸，有还有大约50人下落不明。希德海警队指出，这只船是位于土耳其南部出发，准备前往意大利，船顶移民。都是来自阿富汗、伊拉克跟伊朗。另外，西班牙海华警卫队拜日也在大加纳利岛沿海，自一只插头船救出61名来自撒哈拉南部的非洲移民。同时，在插头船的船舱发现一名19岁的男性遗体。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数据，今年到7月底，有超过9500名移民顺海路去加纳利群岛，比去年同期增加27%。感谢组织表示，去年有4400名想要前往西班牙沿欧洲网的移民，在途中淹死在大海。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们同齐来看世界。加拿大多伦多大停电，那亲像是因为高压电受损害。市区有一间银行店头拢关门啊，嘛有民众吊伫电梯内。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型冠状病毒上新的疫情报告，显示过去一礼拜死亡人数已经降9%，啊那病例数目前看起来嘛相对稳定。来关心英国的金融时报有报道，咱台湾现主席的状况，讲台湾面对中国文攻武胁，需要总统蔡英文这款金型总统，这嘛是咱台湾上届安全的选择。来关心第11届香港国际龙人电影节，咱台湾听入障碍导演陈立玉拍短片《手机游戏》摕到特别表扬奖。伊阿听无的主持人开场，佮搭配国际酒舞欢迎，加广东话礼貌。这是我个初级班的第一届香港龙人电影本地佮国际短片比赛线上颁奖典礼。为了鼓励大家参加，香港国际龙人电影节今年第一遍颁发奖项。办这个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龙人来投稿他们新的电影作品。同时，我们也可以提供平台，让这些创作者展现他们的天马行空。咁就由我介绍咧，第二个嘅特别表扬奖嘅影片得主啦。咁系嚟自台湾嘅短片，题目咧叫做《手语游戏》。耳光听无嘅导演陈立玉制作嘅短片，以耳光听无嘅人加听力障碍族群并款为主题嘅手语游戏，得到特别表扬奖。但李玉光一直欢喜台湾的作品，会当予外国朋友看到。那时候最知名的就是韩国影集《鱿鱼游戏》，红遍大街小巷。我就想可以把这个题材和龙人文化结合在一起，看能不能吸引观众，算是一个尝试。这次得奖，我觉得是台湾龙人的骄傲。透过这样的机会，可以让外国看到台湾有很多优秀的人才。透过这部片，可以让人看了之后能够了解聋人和听障者听人需求都不一样，聋人需要手语，听障者需要字幕或笔谈，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怎样提供协助。这边总共有35部耳光听无的聋人所翕的或者是跟聋人相关的电影报名，由三位电影节筹备的听无的委员，甲两位听会到的导演做评审，上尾啊六部电影提奖，金奖是老龙人医疗困境做主题的法国电影《米歇尔先生》，德国的龙人惊吓惊悚短片《斯嘉丽》摕到银牌，铜牌是以扩大龙人的囡仔做主题香港电影《阿 B》，一个包括台湾的手语游戏在内三个特别表扬奖。这款提奖的影片会在12月16日开幕典礼时阵放，因为已经有较缓和，这边改以实体影店为主。要那是不是开放在线顶看，和台湾的观众也当看到？主办单位讲，因为涉及版权的问题，就要先甲所有的导演拢沟通过了才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友邦巴拉圭新的驻台大使费卡洛已经到任，昨昏跟咱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见面。台湾和巴拉圭在经贸交流上也是非常的紧密的伙伴，尤其台巴经济合作协定生效以来，更是加速两国之间贸易的成长。
我们也期待贝卡罗大使将持续深化两国的关系，为双方的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开创更多的新局。贝卡罗大使是专业的外交官，有丰富的经历，跟咱台湾嘛真有缘。过去嘛两届派驻台湾，嘛伫台湾读册，摕到学位，针对拉丁美洲的情势，也过亚太地区的事务，拢真熟手。咱总统是期待也当继续深化两国的关系，双方继续交流，加强经济贸易的合作。继续关心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去予台大贴销伊的硕士学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有呼吁党内爱团结，爱同齐维护林智坚的清白。国民党团是批评讲，民进党在操打台大学术独立性，未输是咧支持教育部爱知影安那做。啊，那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目前是也未收到林智坚的诉愿，若收到会依法处理。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智坚，予台大撤销硕士学位。蔡英文总统伫中执会讲，爱全体党公职挺林智坚的清白。国民党团批评民进党操打台大学术独立性，加教育部施加压力，要予林智坚有可能改变台大决议。请问你总统定调，教育部长不听吗？他等于对教育部下指导棋啦。以后林智坚申诉的时候，他想办法让林智坚。江总统嘛研究的面测讲，将违反奖款者，因为选举考量拒绝停台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美前往教育部检举陈明通，面对国民党质疑，民进党甲台台徛伫对立面。民进党方认这个讲法，强调敢是对论文审定的看法无同，唔是要甲台台计较过。如果民进党有办法对教育部施压或对台大施压的话，就不会出现昨天那个结果出来。后续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诉愿，甚至行政诉讼，我觉得我们都尊重当事人。去争取或来厘清他的权益的一个机会。到目前为止，教育部还没有收到相关这些诉愿申请的这些作业。外团学界感觉蔡英文发停林智坚军令干涉大学自治，教部长潘文忠讲，关系学术伦理相关事件，会请各大学依照学位授予法甲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伦理审议方式来处理，一切依法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论文的风波，是引起外界即马社会拢在讨论。虽讲党主席蔡英文是讲爱团结、爱收听，也毋过民进党内也是有人有无共款的意见甲声音。亲像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就公开发话，伊讲团结的前提是爱建立伫是非顶头。啊，那立委郭家儒嘛讲，总讲林智坚拢无法度证明家己的清白，其他人是要安那改胡言。另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是表示，伊相信林智坚，伊嘛讲学术伦理是专业的问题，爱伫体制来解决。团结的前提要建立在是非之上。如果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大是我们护国神山的摇篮呢，质疑台大、对撞台大，那是挑战。我们台湾的价值。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智坚和台大认定学术论文抄袭，虽然党主席蔡英文定调全党团结，支持林智坚捍卫清白，也不过党内有万有杂音。议员王世坚的因为捌呼吁，唔通挑战社会智慧，方批评是中共共路人。吴珊珊也发声收听。林智坚还年轻，他有他的才情，解铃还需系铃人。系铃者自己知道知所进退，不要为难整个党。王世坚在议会，其实我觉得他的个性很耿直哦，所以他这次讲话我都觉得很有勇气。如果是政党里面都没有是非的话，就跟帮派没有两样。林智坚论文案继续探讨，立委郭家儒也伫节目上挥了全开，认为林智坚家己拢无法度捍卫家己的清白，其他人要安怎捍卫？那也台北市长参选人周马安搁较批评，民进党是集体切落去。这是一个集体的向下沉沦，哦，这是集体的堕落。这个部分民众其实很清楚，你要相信台大还是相信民党持守这间？总统是表达一个态度，并没有所谓的下令。好，那我们大概都是站在同志的立场，我们先相信同志。
但是中共调先相信同志，也不过学论是专业问题，爱在体制内做努力。另外，今时会烦恼连带冲击选情，但是中表示选举爱各自拍拼，会用政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竹地检署侦办正义轮胎行被人洪秀贤命案，昨昏移交涉嫌放火杀害弟弟亲属这罪嫌，加嫌犯单眼熊起诉，而且是希望法官爱甲判死刑。陈姓被告是基于直接故意而犯下纵火杀害八人死亡之重罪，危害公共安全及人伦秩序严重，犯罪手法残酷，毫无人性，属于情节最重大之犯罪，已无教化之可能，请求法院判处被告死刑。检方是认为讲，嫌犯因为外口有欠人钱，经济歹，不时就甲大做伙的北部冤家，生气就去买汽油点火，害死厝内底八个人，危害程度已经达到两公约所讲的真济上当的犯罪，为着要维护社会秩序、民众生命安全，所以是要求法院爱判死刑。同款的新店有一间老厝准备要重起，想袂到施工单位把厝拆到一半，煞停工哈。啊，那建筑部就拼伫现场，完全拢无做安全措施，现场阁是拢营业。原来是因为施工单位也未通过申请，即马因无法度把阿门土甲拼掉，所以目前敢那会当先吃罚单。厝拆到一半，竟然停工，现场留落来袂少的建筑废弃物，一套房就全营业。新竹市经过路二段附近，最近有一栋老厝当咧拆，唔呐干呐用简单的围栅隔开，拆地废弃物就安尼平地现场。两个礼拜有吧？是哦，都一直维持这样子，都没有再继续动工吗？他前面没有，这个是这几天这样啊，之前也在拆。原本是好像要等到月底才拆。那底下有人才会动工，那、啊、现在这个怎么办？那就是那个，那床就是那个石头那些那个那，这边那个有那个灰尘啊。嗯。起雾知影了，派人到现场关心，针对无做好安全措施，除了会开罚单，建筑废弃物的部分，还要求工程人员暂时先用布棚给扛起来。出来来进行追踪，他没有做相关的安全环境的卫生管制措施，这个是他违反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他的土方目前还在申请，他拆完其实要完成土方联单才能外运，所以我们有特别告诫起造人说，你如果这个没有完成联单有外运的话，那依照环保法令，就是我们会裁罚每一车次，不是全部，是每一车次。就是60,000到300,000的罚。市府提醒，一般进行拆除工程进程，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申请，无论是拆除的技巧，也是相关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以免受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即阵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会正在举办，未少民众会去台东，买去鹿野观台看风景。啊，若顶日头有民众有游客，就去捡到一只在拄在后背幼鸟啊，细汉。这只鸟啊，赶紧通报野鸟协会，才发现讲这款鸟啊，在咱台湾已经剩无500只，是真珍贵的灰色山鸟鸟。咱同齐来看，这只看起来像普通的鸟啊，囝啊，护士在迄天和游客在罗亚高台热气球嘉年华会的草皮啊顶捡到，通报野鸟协会了后，发现是伫台湾珍贵稀有的灰色山鸟鸟的鸟啊囝，所以只得游客放登去树顶。结果无偌久，前鸟就出现伫树顶来饲食，和游客是地上一张环境教育保护野生动物的课程。大概叫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就有附和的声音，就是也是鸟叫声，然后就慢慢的下来，就是它就开始喂食它了。台东县幼鸟协会讲，最近有真侪鸟类都好结束繁殖期，幼鸟后背慢慢啊要离开巢，伫野外就有可能会看到了伫涂骹的鸟仔。即摆游客发现的是，伫台湾数量真少，可能剩500只左右的灰翅山鸟鸟。鸟友还阁拾到亲鸟，不时来照顾伊，画面也真珍贵。既然有发现到它的一个幼鸟，那显示因为它是属于留鸟所以可以大概也可以去推测，就是说附近是有这样的一个族群啦。
台东县野鸟协会讲，最近也阁陆续接到类似的通报，予鸟友真欢喜，因为透过热气球嘉年华的举办，才发现罕见的灰翅山鸟鸟伫鹿野高台也有一定的族群，予游客来看热气球，也爱保护因，无说伫捡到鸟仔爱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市面上特别的水果瓜、果子瓜上接看到的，就是山羊瓜、王来瓜，无就是芭乐瓜。今年南投民间嘛，甲因即马当地大出的火龙果，杭州火龙果瓜，因为火龙果汤较济，水分较高，特地拢爱用70度烘19点钟才熟达。这一粒一粒看起来真水的火龙果，是即阵南投民间当地大出的特产。今年的收成状况袂歹，市场的价小40到50块，正稳定。品种的改良以及栽培技术，还有产期的调节都已经很纯熟哈。那果品的品质也都提升了。那前年生产供果，有利于供货的稳定了哈。虽然讲品质稳定，不过要是有一挂碧果，也是较细粒、外表较歹，去互拍起来的。农民除了感觉讲直接单调真拍算，嘛按算要找新的农产品销路，决定把这挂二级品切片杭州干。今年火龙果的产量啊，大致上是非常的好，但是就是有一些裂果啊，我们农民都是比较就是舍不得把那些裂果都丢掉啊，所以我就把它做成果干，啊也是非常健康，因为它只有。果而已，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也没有加糖啊，什么都没有。因为火龙果水分巴甜，薄薄一片就要用70度烘19点钟才有法度完成。不过嘛，是因为用低温落去烘，会当保留火龙果本身的营养，亲像是纤维，也是花青素等等，较袂受到破坏。那讲到口感，火龙果砍熟了后，食起来小看软软绵绵，加着籽果的脆脆，实在真丰富。而且果子本身就真甜，烘的过程唔免阁下糖，消费者食落腹肚嘛阁较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西港的永乐里30多年前是西亚重要的产地，大部分拢是摕去白扫帚较济，也毋过即马会晓白扫帚的人愈来愈少啊。社区即马是请老师来教居民，摕西亚做手工册，做做餐具啊，来开发出文创商品。不用担心伊袂穿手。你敢知影扫帚是西亚做的？啊，这西亚除了用来白扫帚，阁会当摕来做啥物咧？看老师带大家用刀片一支一支咧烤西亚，甲关好平。这是台南西港的永乐里，社区较早是西亚的重要产地。毋过即阵白扫帚的需求是愈来愈少，社区就想办法开发做手工的。柜子都是用来绑扫把，因为。它是由日本人拿那个种子来我们台湾，让我们沿海地区这个居民来种植。因为现在哦，很多年轻人都不做了，所以只有老一辈的，还有几个阿公阿嬷他们在做。老师要教我们各种不同的文化文创，所以大家都很有兴趣。为着要把西亚变作文创商品，让这项在地传统产业会当有新的发展。永乐社区已经连续办3年的课程，因捌用西亚做册、泥布，按了今年要做白鸭珠。虽然过程搞工搁难滴，不过大家做伙配合嘛真心实。跟永乐社区已经计划是第三年，第一年我们是做那个纤维的裂解，然后做成纸张，好，然后缝成手缝书。去年呢，我们是做在地植物的染色。那我们今年呢，是透过这个桂属它的线性的这个特色，然后来当作我们制作的材料。时代的改变，真侪传统产业都已经落座，若准唔甲重视，都会渐渐消失去。永乐社区为着要甲西亚的产业留落来，卖继续安排课程，希望在地文化有更卡侪变化，未碰见。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实施流浪动物零杀绝政策已经第五冬。严格全台湾，即马动物收容所因为空间有限，而且领养的速度过慢，目前还阁有侪侪猫仔狗仔在等主人。伫外口流浪动物的数量嘛无减少，逐年在增加。到底要安怎？明仔暗7:30，公司台记台请春兰来帮直播，咱同齐来关心流浪动物的问题。你一直跑出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狗都不能够亲着你了，都塞奶的。当来到台南动物之家，内底狗仔就开始大声吠，因原底拢是流浪狗，伫只等待领养的机会。我即马朋友的收容的数目差不多千外只，啊，其实我上适合收的量敢若七百外只尔，所以我已经超收诶两三百只去啊。即马大家拢住都市，所以他做一个民众，因倒是住公寓，啊，因想要领狗仔，伊就无希望收大只。伊讲因倒敢若是十几平尔。啊！伊若饲了小大只，伊就感觉迄只狗足可怜，伊无所在通去。根据行政院农委会统计，台湾自2017年零屠杀政策上路以来，全台湾的流浪狗数量，逐年差不多以10万只的速度在增加。到2020年，已经有15万只。全国公家的动物之家收容压力嘛真大。除了狗仔需要活动空间来考虑以外，更有台湾人认为对狗仔囝开始饲较好个卖书，嘛地书成犬的领养率真低。一些居家的习惯，其实领养人都要有时间去教导他们，要不然他们就会在家里大搞破坏啊。成犬它已经定型了，不管是身体的大小或者是个性都比较定型，也比较好捉摸了。台湾在2015年动保法修法都有规定，领养狗仔猫仔拢要验，若无上少会罚5万块以上，避免因伫外口大量生摊。嘛，因为流浪狗的数量实在上多，为着要管制，政府甲民间的合作也真重要。如果这两只进去就可以抓了，因为伊养了，伊第一个来讲，伊的个性就较温和，较袂伫个外口要抢地盘，然后相拍，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伊养起来，伊就袂阁继续生。虽然养是今麦上积极的做法，但是定拢是养的速度比袂过生的速度。上要紧的，要是鼓励大家领养，对因负责到老，唔通乌白放杀，这是尊重生命的根本。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南台中报道。因为款时代，火烧岛女性政治犯做主角的电影《落寞狗》15号举办电影的发布记者会，政治委姚文智对政治界转去电影界。做技术电影的出品人，伊是讲希望当当时洪暗坎的故事，即卖会当透过电影讲予大家知。虽然唔知影为虾米我会伫遮，不过我上好甲家己放袂记，连名嘛放袂记。以过去维权时期，伫火烧岛的女性政治犯做主角的小说改编电影《落寞狗》15号，在伊举办发布记者会。前立委姚文智在2018年参选台北市长失败了后，转战电影界，担任《落寞狗》15号的出品人。伊讲，希望透过这段维权时期的历史，台湾人会使更加了解家己的故事。一个失语的时代，大家都忘了，或者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被隐瞒的那个时代的故事，了解我们今天的人权、自由、民主怎么得来的。未来我们台湾才可以在这样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下去。前辈们的故事真的非常令人动容。为着彰显1950年代火烧岛的历史场面，姚文智表示，因参国家人权博物馆合作，到绿岛来拍电影。过程唔呐重建历史场面，嘛去一寡遗迹来取景。演员嘛讲，导演对因的口音等等，嘛是真要求。方言是不能说的，可是我们要很努力的学习讲所谓的北京话，所以腔调方面，我们三个人都有各自努力的方向，尝试把那个恐惧感，那个每天面对生死的这样子的恐惧感找回来。这些口述历史整理得非常详细，我很喜欢透过文字阅读来做角色功课，所以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姚文智表示，因为题材敏感，在筹备和制作的过程拢拄到袂少困难，不过伊希望透过众人合作，会使亲像《赛德克·巴莱》《欢号》等等台湾电影同款，和大家继续认识台湾的故事。记者郭文亮水台北报道。为了要让囡仔认识祖族的文化，家己市的蓝潭国校啊，伫校园有举办野队，带囡仔去祖族文化园区，嘛让囡仔做广播，不然呢，伫电台宣传在地原住民文化。陈雅希，台湾原住民各有16族，嘉义又以周族为最多。伫录音室内底，替家己写的文章配音，家己市的蓝潭国小伫学校推广多媒体的课程。今年头一届甲电台，也佮有原住民教育资源中心合作，举办电台广播营队。
老师教我们写作、说话要怎么说，还教我们朗读、录音。这样的一个课程，让孩子可以展现出自己的系统思考的能力，跟他编制文稿的能力，跟他口语表达能力，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孩子在这样的课程里面可以去做一些培养。三十个学生在三天的课程内底，配合的电台邀请相关专业人员，而讲话发音甲写文章的技巧，为着要让囡仔更加了解祖宗，嘛阁安排去中部落体验原住民文化。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因为终于知道这些广播的奥秘。这一次的机会，除了说可以对广播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之外，其实呢，他们也真正的体验到周族的文化，尤其是到了周族的创意文化园区。校长表示，网络的利便让媒体流量愈来愈多元，学校推动媒体素养的教育课程，文化培养因学习制作，也希望教学生认识媒体传播的正确观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美国有一间专门做政治新闻红的公司，最近有推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红，透过网络平台来募款，募到的钱是要帮助乌克兰的难民，有募到$120,000。另外，還有一群烏克蘭的囡仔受邀请去美国纽约表演，啊，那这囡仔嘛，唔盲讲会当募款，总着的钱，因是要帮助烏克蘭的军队买战斗机、买武器。这位设计师真小心，替画笔代替红啊模型画目睭，看到这个穿青色裙仔衫的红啊，你敢有认出来是啥人？无唔对，伊就是即马上红，大家看电视新闻都会看到的烏克蘭总统泽伦斯基。美国这间专门在做政治人物红的公司，主要拢是做美国左派、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但是，因最近决定要生产泽伦斯基的红啊，因为公司的头家认为泽伦斯基是现主席世界上真少看到，和大家会想要学习甲模仿的政治人物。There seemed to be a sort of groundswell of energy and support for what's going on in Ukraine, so we were excited to make him. 这间公司搁在网络的募资平台发起一个计划，这个泽伦斯基红啊大量生产，在市场开始卖掉后，每卖出一个红啊，公司都会捐$1,000，和帮助乌克兰难民的团体。那是认同这个计划，民众就透过募资平台赞助至少$20，买当摕到一个泽伦斯基的红啊。原本公司的目标是要募$30,000，结果才不到10天，就已经募到超过$120,000，差不多360,000台票，是原本目标的4倍以上。可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嘛真正是非常受到欢迎。在美国纽约这个艾伦戴尔表演中心的舞台上，有8个孩子当在排演，因都是为乌克兰西部城市沃利夫来到美国表演的。艾伦戴尔表演中心的执行长说，他知道有一群人，就算每天都受到炸弹的威胁，也是没要放弃艺术表演，就感觉一定要邀请他们来纽约演出。这群乌克兰的孩子说，他们希望来美国表演可以募款，他们要把募款的钱捐给乌克兰的军队，用来买战斗机。10、11、12 year old girls.We're talking about a fighter jet that's both sad and grandiose. 虽然这乌克兰囡仔想要靠表演来募款买战斗机的愿望，可能真困难实现，但是相信因的表演一定会当感动真侪美国的观众。记者甘美恩编译。来关心环境，欧洲今年热天那寒露，有烧烟有热流，高温嘛引起野火。法国西南部一天内就烧掉6000公顷的林地，上万人爱赶紧撤离。另外，因为高温高温嘛造成枯旱，和英国的泰晤士河甲德国的莱茵河水量即嘛是减真济，溪床打扣扣打屁屁，对经济嘛造成真大的冲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礼拜三阁发生森林火灾，规片山林规个烧起，天顶煞变干嘛色的。当局出动上千的消防人员，也是无度甲火拍花。Le feu a porté son lot de surprises aujourd'hui dans la direction qu'il a pu prendre, parce qu'il a généré son propre vent, sa propre histoire, son propre mouvement, et donc il a décidé de repartir vers le nord avec deux fronts que on va vous présenter importants qui progressent vers le nord. 高温阁无落雨，也使得法国面临欠水的危机。东南部的佩尔纳斯喷泉小镇也因为当局限水令，镇内41座中世纪喷泉为7月底以来连一滴水都无，后来游览的人难免失望。Je vous avouerai qu'on était venu pour visiter justement le village pour ces fontaines et c'est vrai qu'on est bien déçu et triste que de voir ces fontaines vides. Voilà.
来英格兰西南部泰晤士河源头度假的桑德斯阿嬷，沿河路行几落英里，同款找无泰晤士河的踪影，结果看看到小水库啦、甲碧琪的浮层，让因感觉真意外。As you can see, it's completely dried up all the way. The odd puddle, the odd muddy bit.No flow anywhere so far, so hopefully downstream we'll find the Thames, but at the moment it's gone. 我看德国当地商业水路莱茵河最近因为落雨减少，水位大幅度降低，致使货品运输延误。莱茵河水位上降，运输出状况，也使运费升高五倍以上。经济学家估计，这种情形若持续恶化，有可能使德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减少0.5%。欧洲地区的高温、气候危机已经对环境、民生、旅游以及经济产生全面性的影响。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各地同款拢是好天烧热，过道高谷第时间强降雨这款天气。啊，那今仔日嘛是年度的满楼，总共有落雨、沿海爱设置海水倒灌。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高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外岛是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